是新的理念，也是重新解构了财富的意义。如果时间是一座可以精确计算、随意控制前后行进方向的钟，那么，请让我们跟随穿越时间的画面的钟，从反方向开始移动，回到当初大东山的时空，去看那一袭被淋湿的黄袍，那看那一柄猎剑，去看剑锋所向的中年人，去看无数人在雨中静止，然后秒针轻轻挣扎。 弹动了一下，越过了第一个格子。随着四顾剑的一并指，那柄一直悬浮在空中的长剑“咻的一声飞了出去，绕着他的身体画了一个半圆，直刺庆帝的后背。此时，叶流云已经来到了庆帝的身边，平直伸出他那双如金石一般的洁白双手。剑已经刺破了空气，撕裂了大东山上或许有或许没有的浓厚元气。 下一秒钟，便似乎要刺入皇帝的后背。然而，那一双洁白的，甚至有些稚嫩的手，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轻轻向着那柄剑按了上去。大东山上宗师围杀庆帝之局，在这一刻，终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。叶流云出手，向着那把剑，而不是皇帝。最先接触到这把杀剑的是叶流云的袖子，麻布织成的广袖。 在这一刹那变得极其柔软，就像是吴羽东山山腰间时常漂浮着的云朵，柔柔地层层裹叠在那把急速飞来的剑上。云丝寸断，麻袖碎成蝴蝶，在大东山顶上飞舞。而那把剑却在这样温柔的丝缠中消耗了精魄，身上所携的寒意杀意，倏然间消失不见，变成了一把破铜烂铁，暗淡无光，十分卑微。 这把剑势来得太凶太厉，以至于叶流云在念出一计之后，不得不出护住陛下安危。然则当他显示了自己的真实立场，却无法寻到最关键的那一点进行伏击，该如何应付接下来的局面？叶流云白须被雨水打湿，而双眼却是认真的看着自己手中的剑，没有因为剑身的暗淡而产生丝毫的轻视，更没有因为自己被迫提前出手。 而不能伏杀四顾剑，有些许的不安。他只是认真的看着这把剑，握着这把剑，似乎这把普通的剑身里蕴藏着无数的鬼神，下一刻便会跑出来，将山顶上所有的人吞噬干净。那双稳定如玉的手抱了一个虚圆，虎口相对，化作一个圆环，而那柄哑然无光的天剑，就在这半空之中颓然凌空静止着。他是大宗师。 所以他才知道，四顾剑的剑意全数运在这一剑中。若自己此时再不出手，剑身便会全数刺入陛下的身体。他于四海游走若干年，为的便是这一刻。然则却被迫提前动了。四顾剑不是真的白痴，正如事后长公主所料想的那般。他与苦荷虽然没有想到叶流云会站在庆帝一方，但是这二位北齐东夷的大宗师。 对于庆国人的阴险狡诈，有着最深刻的认识。不到最后一刻，他们绝对不会让自己陷入险地。那个戴着笠帽的矮小身体里，其实蕴藏着与历史名声截然不同的大宗师智慧。他只用了这一柄身外之剑，便破了庆帝的局，逼出了大东山上真正的杀者——叶流云就在叶流云像一轮明日般护在庆帝身前，双手抱圆。 强行镇住凄厉一剑时，四顾剑的身体抖了起来，身上的麻衣就像是被电流袭过一般，剧烈震动着。此时，他的剑已凌空飞去，停住在叶流云那双稳定的手掌之间。而随着他身体的震动，一股惊天的剑意荡荡然刺透了他身上所穿的麻衣，直冲天际。受此剑意感召，叶流云赤裸双手所控的那柄剑也剧烈地颤抖了起来。 在空中嗡嗡作响，重放光彩。此时，大东山上的雨还在哗哗下着，只是在这样的片段时光中，雨滴似乎在用一种奇慢的速度，细腻地感知着大地的吸引力，不再成丝成倾盆之势，而像是一粒一粒晶莹透明的珍珠。就在重重珍珠玉帘之后，穿着麻衣的矮子以身为剑，势破天地，就这样须臾横纵十余丈。 像一道电般杀到了叶流云的身前，伸手一摁，摁住了自己配在身边数十年、早已心意相通的那把普通剑枝。四顾剑的手掌重新握住了自己的剑，剑上芒尖狂吐，如银蛇乱舞，气势逼人。而就在层层雨帘像静止般被麻衣四顾剑生生撞破之时，叶流云的眼瞳里骤然间大放光芒，有如流云裹日。 生生吸取了太阳中的能量，闷哼一声，拱成圆环无极的双掌向内一合，啪的一声脆响，空无一物的空气却像是坚硬的金属，片刻后被这双洁白的手生生压碎，合在了剑身之上。对于大宗师来说，没有什么局，即便庆的设了一个局，将叶流云隐藏到了最后，可依然让四顾剑简简,简单单一剑挑破了重重迷雾，而紧接着。 四顾剑却利用了这个大好的机会，将自己的全部剑势重新灌入到这把剑当中。叶流云的身侧是庆帝，当此凌厉一剑，却是避也无法避，只有用云手硬抗。然而无上剑士与肉身相敌，叶流云的散手身法却无法尽情施展。四顾剑抢的便是这个先机。大宗师之战，偶一动念，便天地变色；只需要一丝偏转，大事便已偏移。 四顾剑凄厉疯狂地叫了起来，一身狂力的剑气全数涌进了手中的这把剑上。剑气涌入的速度是这样的快，以至于手掌握着的剑柄处竟倏然间变得高温起来。倏的一声，蒸发了草绳上的所有水滴，令人恐怖的金石摩擦声音响起，长剑在叶流云紧紧合着的双手间往前突进了一寸。叶流云依然微低着头，双臂上的广袖。 早已化作了深州空中飞舞的蝴蝶。世上最稳定的那双手臂，死死夹着那柄剑。片刻后，手上的皮肤开始寸寸裂开，就像是得了某种皮肤病的患者，皮肤老去，边缘翘起，看上去就像是庆历五年的那场大旱中的土地龟裂开来，异常恐怖神奇。他的眼中全是凝然的目光。 看着掌中的剑一寸一丝的向自己的身体靠近，却没有一丝情绪吐露，而只是吐了一个字：“云。”两只已经被无上剑气击得皮肤寸裂的手臂，随着这一个字迹，猛然间变得柔软了起来，比海水更深，比湖水更柔，比江南女子的眼波更温纯，是那天上的云，云中的丝丝缕缕。 如牵挂一般，一缕一缕地系在了惊天一剑上，让那强大到了极点的剑士骤遇温柔，不得不在途中暂歇。咔的一声，就在这短短的一秒间，天宫极为凑趣地闪了一道闪电，照亮了被乌云遮盖、显得格外阴暗的山顶。闪电照亮了四顾剑立冒下的脸庞，只见他双眼里全数盈满了如野兽一般的狂野气息。他没有说一句话，一个字。 只是凄厉的尖笑着，笑声回荡在大东山上，不知道震昏了多少人。他是用剑的大宗师，他用的是四顾剑，顾前不顾后，一往无前。剑士随着笑声全数涌了出去，愈发的暴力不可阻挡，无穷无尽的杀意、暴力的气息尽在这一剑中。这是四顾剑出世以来刺出的最强一剑，是他整个人的生命、精神。 信念凝结成的一剑，剑士之凌厉暴力已有逆天之际。在这片大陆上，以前从来没有人刺出这样的一剑，以后估计也没有，没有人能够阻挡，即便是叶流云也不能。局往往是分不清局内人、局外人，谋局定胜的人们，往往在事情结束的那一刻，才会悲哀地发现自己算来算去，反将自己算了进去。 误了朕及卿家性命，事情的发展永远和控局者最初的算计会渐行渐远。如果知道此时时钟停滞的这一秒发生的一切，或许庆帝在最开始的时候宁肯选择将虎卫收拢于山，以庆国两大宗师与苦河四固剑正面相敌，有五竹在旁，在百名虎位于两败俱伤之后挥刀而斩，何至于会出现眼前的情况？ 四顾剑在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里，完美的展现了一位大宗师的智慧与决断，只用了一剑便逼出了叶流云，更完美的利用庆帝布下的局以及庆帝的生命，将叶流云逼入了绝境之中。如果四顾剑不是在上东山登天梯之时，一剑斩尽百余虎卫，消耗了他部分心神，此时那惊天的一剑，或许早已经刺入了叶流云的小腹之中。当然。 如果不是用上百名庆国高手的鲜血去祭这把剑，去蕴积无穷的血腥杀意，四顾剑或许也使不出来如此绝情绝性、暴力动天的一剑。叶流云有三个方法可以应付这一剑，正如那个世界中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，当事态发展到了极端之时，最好的方法往往就是最简单的方法。以这位庆国宗师的无上身法和流云散手。 面对着四顾剑的惊天一剑，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他可以选择后退逃离，以散手云海暂封剑锋一刹，只需要一刹，他便可以离开那道剑势笼罩的范围。然而，皇帝在他的身侧，如果他避开了，皇帝只怕会在这柄天剑下变成漫天肉屑。所以，叶流云没有避，而此时他已经无法避。一直沉默站在古庙门口的五竹，低着头。 手掌不知何时再次放到了腰畔的铁签柄上，然而此时的皇帝已经命在旦夕，他依然没有出手。便在这一秒的最后那段细微时光里，叶流云古拙的面容上忽然闪现了一个微笑。这个笑容出现在这样的时刻，显得格外的怪异。如流云般的双手忽然间被山顶的风吹拂走了一部分，卷了起来，直扑四顾剑的面门。 流云位置，利帽已然远远飞走。强风扑面，直喷四顾剑的五官。既然挡不住这一剑，那为何要挡？叶流云选择了撤去一只手，散开一片云，去龙四顾剑的面门。这是低级武者也最擅长的围魏救赵，但此刻在这位大宗师的手中施展出来，竟显得那样的挥洒自如，去留随心。正是天边一朵云。 循着暴力冲天的剑意，轻柔而快速地飘到了四顾剑的面门之上。如果四顾剑不理这一记散手，长剑灌入叶流云腹中，以剑上蕴着的剑意杀气，瞬间便能将叶流云的五脏搅成碎片。即便叶流云侥幸活了下来，也再没有任何战力。如果他要避开这一记散手，心念一动，全数涌入剑中的精神气魄，自然要出现一个缺口。 一迹并不完美、徒有暴力之气的剑术，如何能够赐大宗师于剑下？叶流云在这一刻的选择很有智慧，甚至可以说很美妙。他知道自己的一记流云根本无法重伤四顾剑，但却逼着四顾剑在这极短的时间内做一个选择。他用自己的生命去赌四顾剑的重伤，因为他能清晰察觉到四顾剑已经抢先进入了一种绝杀的境界里。 然而山顶还有五竹，还有姚太监，还有众人。叶流云可以死，四顾剑却不能重伤，因为一个重伤后的四顾剑不能确保自己能杀死庆国的皇帝，而这样的结果绝对是四顾剑不能接受的。所以他那一记流云拂去，便等着四顾剑变剑。但四顾剑没有变剑，他的瞳中依然闪耀着狂野的气息。 整个人的黑色头发顺着山峰狂舞着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执剑的神魔，气息慑人。长剑依旧一往无前的向着叶流云压制过去，而他的左手却空空一握，斜斜指向了左前方，根本没有去管扑面而来的那团流云。世间的剑术有万千种，但握剑的手法却只有一种。四顾剑的左手此时便是一个最标准的握剑姿势。 拇指与四指间圆成虚空，空无一物，却骤然间有了一抹极微弱的剑意从虚无中透了出来。虽然微弱，但如果要杀死左手空剑所向的那抹明黄身影，却是异常轻松。叶流云宫四顾剑不得不救，而四顾剑虚握剑柄，以剑意破空反攻叶流云之不得不救。